这次888呢，主推的是两个方案。第一个方案是我们的罐装经典拿铁，一箱12罐，外加送一个6罐的美式和3罐玛奇朵。还有第二个方案是我们的新品速溶冷萃，一盒里是10袋，送3罐美式加6罐玛奇朵，再加一个明星的同款定制咖啡杯。换你们，你们选哪个呀？我选冷萃。虽然说第一个方案看上去罐数比较多，好像比较划算，但其实因为美式它的单价比较低，你核算下来差不多一罐是6.88块，相当于打了一个72折。那第二个呢，它的冷萃单价比较高，而且还送了一个明星咖啡杯，所以核算下来打了一个58折，所以第二个方案其实是更划算的。拜托，喝咱们家咖啡的有几个算得明白这个账的？你当我们消费者跟你似的，小算盘还打得飞起来啊？这做的什么方案啊？促销优势一点都不明显。别忘了咱们目标是干嘛呀？是销冷萃的库存。咱们那经典罐装重卖吗？一点都不重卖，那是陪跑的。重新调整一下赠品。我想要那种不用脑子就知道买冷萃更划算的。莹姐，现在冷萃的成本它比较高，已经是做到最低了，这个利润再做下去成本没有空间了。而且其实等着888买东西人算的都……今天下班前，把新的赠品单子跟成本核算给到我。今天吗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下面咱们说一下备货的问题。姐，要不咱中午休息一下？嗯，没事。喵喵，安，现在午饭时间，你去给大家买点披萨，咱们边吃边开。好的，我现在叫。孩子了，我东西收拾好了，你回家拿上东西到医院等我。废话，我当然知道我要生了，赶紧去啊！知道了，尹玲姐，马上，还有几天。尹姐，那个我们陪你去吧，尹玲姐，陪你去吧。那我生孩子你帮不上忙啊！走，小心点。你今天要定下来啊！好，快买！发给我！好，知道。100块钱。顺利啊！都这样了，宁姐还想着工作呢。哇塞！要不说人家是总监呢。李宁姐真是个狠人。哎，不过这老韩总更狠啊，趁着李宁姐生孩子的时候，还能换新总监。行了，上去干活吧，咱们。走吧，哎，你们先上去接个电话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对，就那家火锅店。包间是吧？行，我。